越困于妄念，爱似烟火里初见，来修炼心如钢铁，谁知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。一年凡尘一年仙，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，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，生生灭灭皆如云烟。不念凡尘不念明仙，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，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，手中剑曾听过蝴蝶。一泽，谢谢你。软软，还有一事你要答应我，无论任何事一定要量力而为，不能逞强。嗯。还有，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保护好自己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绝不能离开我。傻一泽，我才舍不得离开你呢。一年凡尘一年仙，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，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，生生灭灭皆如云烟。不念凡尘不念仙，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，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，手中剑曾听过蝴蝶。艾文然，你说我们要是三五年都见不到的话，你会不会把我忘了？怎么会啊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，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，永远都不会忘的。吹牛，一路上发生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，你全都记得？当然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不许笑我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秘？这么呆啊，怪我了，你本来就很呆啊。这个你画错了，师傅的面具不是这样的。你都一眼认出是谢前辈了，还想怎样？不许挑事儿。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呀？就是那次七巧节之后，我不太善于表达，我的字写的也不太好，所以就想把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。画得真好。还有文然，以后我做的演讲你帮我设计好吗？我考虑考虑吧。喂，仙女妹妹都说我了，
我的金刚只要往那儿一杵，都不用打，造型上就输了。好，那我勉为其难答应你。恩人，这一路多谢你。现在你总算相信了吧？你、我、怡泽、阮妹妹，我们四人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是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。每一句话，每一个瞬间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绝对绝对不会忘记的。怡泽，我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知道了。那晚安。晚安。二阮。早点休息。小溪送进曲目，小溪做错什么了？小溪乖，小溪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没有人会把你送进曲目，放心吧。你是谁？我是哥哥呀，我是小溪的哥哥。是因为小溪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
然后突然一睁眼睛，发现哥哥变老了。你好好看看我。对，你真是哥哥。对呀。哥哥，你向爹爹求情好不好？小希怕，小希不想被关进局木。来。听哥哥说，有哥哥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哎，小希啊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夏家吗？哥哥答应你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，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那你跟小希一块儿去吗？哥哥是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所以呢，我让静平姑姑先陪你下去。听说夏界有山，有水，有花，还有蝴蝶，还有小鹿。没错。小鹿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小鹿是什么？想一想，小鹿。啊，头好疼！哎，小希，既然想不起来，咱们就不想了。你想想。你反正要去下界，什么都能听见，什么都能看见，对吗？哥哥说的对。静平，大祭司，你就带着小七一起下界吧，拜托你了。请您放心，哥哥，我在下界等你，别让我等太久哦。不会的。那咱们拉钩。来。印章。爹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你就没别的跟我说呀？万事小心。我娘呢？在厨房做什么吧？不是吧，我们要出去打仗哎，她都不出来送我一下。臭小子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娘，你端这个干嘛呀？你们昨天不是说这点心好吃吗？我特意做了点新鲜的，吃两块点心再走。娘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哪有功夫吃这个呀？哎呀，也不耽误吃两块了，来来来来，吃啊，快吃啊！岳夫人为人真好，我正好饿了。还是阿软姑娘懂事，不像你臭小子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啊，文人姑娘、夏公子，你们也来吃啊！哎呀，娘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等我们回来再吃，好不好？也好，那娘就在家里等着你回来。娘，夫人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不说丧气的话，高高兴兴送一儿走。啊，对对对，不扫大家的兴，不扫兴。跟个小姑娘似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啊，你们放心吧，你儿子一向福大命大的。
倒是刘月成，这次碰到劲敌了，算他们倒霉。啊！我记得我也曾说过一句话：我们此行只求同生，不求同死。伯父、伯母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两位请放心，在下一定会把月公子平平安安带回来的。岳夫人做的点心这么好吃，我们才舍不得不回来吃呢。我们家可是被阿软给盯上了，这还不得把我们家吃垮了？臭小子，瞎说什么呢？我和你岳伯父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平安回来。我走了。小溪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是谁？小溪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好朋友啊。前往下界，诸多繁琐，都需要本座一一照料。不如你呀，过得那么清闲。啊，还有，在长安城中伪装成树苗的曲目，悉数被毁。
看来你对谢衣之徒也是束手不测呀。大祭司有所不知，我在凌月城中也有许多事要依仗的成全，只能将一小部分魔气附到那个皇子身上，没想到他竟如此不中用。想不到在我苍明城主的流月城中居然也有你染指的地方。大祭司很快就会知道了，我已经按照约定让烈山部族民全部染上了魔气，如今大祭司没了后顾之忧，是时候将余下的局部全部投往下界了。既然我们烈山部族已经迁往下界，我们之间还有必要合作吗？大祭司要出尔反尔。我沈夜已经堕落到与魔族合作，你想想看我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。背弃盟约，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把整个军部扔去下界。早有准备，将大部分魔气藏在举目之中。心魔果然是魔域中最狡猾、最阴险的一族。大祭司过奖了，可惜你费尽心血找到的只是昭明剑身，还不足以对付我的本体。现在，我亲爱的大祭司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还是轮到我出手了？且慢，李英，本座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说。你们魔族大部分精通旁门左道，不知你是否听过封印之术？封印之术，愿闻其详。上古之时，有一种叫做冥蝶之印的术法，施术时需将灵力注入活人魂魄，形成蝶茧。蝶茧隐秘蚕食，宿主魂魄之力，并在宿主体内慢慢孵化成灵蝶。宿主灵力越强，灵蝶的孵化期就越长，所具有的怨气与煞气也就越强。在受到召唤那一刻，灵蝶吸干宿主魂魄之力，破茧而出。据说最强的冥蝶之印甚至能够封印神魔。这术法倒也有几分趣味，可惜施术过程太过漫长，怕是中看不中用的。是吗？那为何长达百年的时光中你未能察觉此术？你说什么？哼，你该不会当真以为我每天为城主送上花束只是出于儿女私情吧？雷修啊，没错，我早已将冥蝶咒印刻入苍冥的魂魄。这百余年中，我每日都将威灵力附在花朵上送到此处，我的灵力日复一日进入苍冥的体内，结为蝶茧，孵化成蝶，就在你的眼前。沈夜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才想问，敢在流月城里撒野，你才是什么东西？是你！住口！在柳月城主面前，只有你说话的余地。雷霆不动，息！你说的对，昭明剑身虽不能将你处死，
但配合明蝶之意，竟能让你在举目中老老实实待上百年。不要，苍敏，你可知道，明蝶之印一旦开启，你的身体将由内而外被啃噬一空，会魂飞魄散的。当初是我将这法术传给你，我等待今日已经一百年了。今天已经等了一百年了，终于把你盼醒了。可是我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对我的惩罚吗？当年你要我不干涉你与心魔结盟，我做到了。而现在我让你做的事你也做得很好。刘月成，有你这样一位大祭司是族民们的骄傲。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是不是？我怎么会恨你？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族人，他们都迁往下界了吧？往后他们终于可以少一些辛苦折磨了。没错，他们是解脱了，可是谁能了解我心里的疼？只有你，只有你知道。我这一生是终究逃不出这囚笼了。
也好，就让我化作烟云浮尘，逍遥天地，再无拘束。不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 再多陪我一会儿吗？我会陪着你，永远陪着你。这感觉真好，我会陪着你，阿姨。 让我再看你一眼吧，阿姨。 我得走了，你要保重。苍明，不，苍明，苍明，苍明，不要走，苍明，不要走。苍明，老天，我深夜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残忍的对我？ 众天罡听令，刘月成勾结魔族，戕害苍生，罪大恶极。今日，我奉大将军之命，带领诸位，一举攻入刘月城，望天罡上下团结一心，全力一搏，彻底粉碎刘月城祸害下界的邪恶野心。齐心护下界，歼灭刘月城。 齐心护下界，歼灭刘月城！齐心护下界，歼灭刘月城！齐心护下界，歼灭刘月城！收到一泽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找到昭明剑心，很快攻向刘月城。前日广州城遭举目残害，长安又出现举目之踪迹。 刘月城如此大张旗鼓，频繁行动，怕是要不宣而战了。我们主动进攻，倒也占据了先机。嗯，有劳师姐召集门下精英弟子，届时我们太华观将和百草谷天罡结为联军，增援一泽他们。 刘月城远在北疆上空，若要将全部联军护送上去，需要你我、妙松长老齐心合力，引发玄龙法阵方可。唉，只是一股术后，我们三人的修为已损，玄龙法阵更非凡术。 需要我们全部的内力方可引发，百年修为倒是不可惜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能登上刘月城相助。那个大祭司和心魔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也不知宜则他们这次能否顺利。修仙之人苦修为何？
不为一人飞升成仙，只待危难之时，能以一己之力护天下苍生，你我责无旁贷。一则他们有能力有抱负，是为天下人之大幸，这也是他们的命。启禀大祭司，族名迁徙已全部完成。正如大祭司所料，下界修仙门派正在火速集结，应当很快就会攻上流月城。诸事已定，你也可以尽快的离开了。大祭司打算如何应对下界那些人？我自有安排，你就不必操心了。哦，还有件事情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下界以后暂时隐匿一段时间，等外面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再去龙冰雨。我能不能不走？不行，如果你真不走，我就封住你的五感，再让人把你送到下界去。你就真的不明白，难道非要我开口求你，你才肯恩赐我一个机会让我为你去死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把我绑去下界，那大可一试。你胡闹，谁让你为我去死的？我这么多年辛苦的努力，就是要让你们好好的活下去，你现在却告诉我不愿去下界，要为我去死。大祭司真不愧是内人的孩子。你给我记住，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。你总是说你和你父亲不同，但你们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他创造我，要我为了侍奉你而活，而你要我为你心安而活。可你们有谁来问过我哪怕一句，我想要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我想留在谁的身边？连城祭司，请注意你的身份。身份？当年他一时兴起造出了我，我一介玩偶，大祭司何须在意我的生死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就是个玩偶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玩偶。我现在命令你离开流月城，马上前往下界。这么多年我听你的命令已经听烦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心里竟然是恨我的。寂静之间前面由我来守，只要我还在，
就不会有任何人能去到你面前。我想这一生，我们大约不会再见了。如果我只是恨你，